保定是首都南大门，毗邻雄安新区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。这里山清水秀，还有驴肉火烧、牛肉罩饼等很多美食可以品尝。出来学校便有一种诗书幽而人意近，攘则凉而云木方的感觉。古木参天，修竹成林，玉秀通幽，坤玉明丽，每个校区都有着不一样的美。学校始建于1921年，初名天津工商大学，1960年改建成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。春秋代序，岁月不居，燕赵故地，巍巍学府。即将迎来建校百年的河北大学，从风雨中走来，在时代中砥砺，于岁月中沉淀，以百年之底蕴充一流之风光。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，河北大学启智乐学辈出名衔，曾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、巍巍工商独称尊的办学美誉。学校曾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400万伏静电加速器，创立了河北省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，引进了河北省第一位中科院院士，培养出河北省第一位中科院院士。河北大学乘时代之长风，挂万里之云帆，跻身国家部省合建高校之列，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，办学实力日增，社会声誉一彰。来到河北大学，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、报告厅和体育场，馆藏丰富的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菜品丰富的网红食堂，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保障。学校的老师是热情激昂的，课堂上引导学生们各抒己见，使我们成为课堂的主人。在河大呢，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，更有学校坚持两大课堂互动、互补、互融培养模式下所提升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以及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培养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。学校始终以学科建设为龙头，确立了文科登峰、理工振兴、医学崛起的学科建设目标。发挥学校位于京津冀中心城市和毗邻雄安新区区域优势，重点建设燕赵文化和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两大学科群，主动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，积极对接河北省文化旅游产业、医药产业和现代绿色产业。学校目前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，一级学科硕士点46个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30种，95个本科专业，是全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。学校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4个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2个，并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。河北大学汇聚一流师资，培养一流人才，开展一流科研，传承一流文化，转化一流成果。校园中还有近200个青年组织和学生社团，使我们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。我们积极践行志愿者精神，展现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。学校持续严谨的分割和开放包容的态度，使我们更加了解中国，爱上中国。仰看云起，埋首奋进，以一流之追求创一流之业绩，成就一流发展之事业，是代代学者筚路蓝缕、捧土培根，是代代学子努力向学、为为国用，初心弥固、薪火相传，得以成就百年河大。40余万学子遍布八方，尽展芳华，服务祖国，贡献世界。百载春秋，时至辉煌，河北大学期待着你的到来。欢迎报考河北大学。